现在一天要用多少牛肉？一天一头牛。现在一天都一头牛啊？对。那过年呢？一天三头四头。一天三头四头呀？对啊。这有没有吹牛？吹牛现场直播。现场直播。王老板说过年三头牛。对啊。一天杀三头牛。一天三头。那估计很多人不相信。那不信，那就来看看。你这一天几头牛？你像除了洛阳和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吃牛汤的呀。洛阳的牛肉不行，牛肉汤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哥。凌晨四点半，淮南北菜市的街头，带你们看一下淮南牛肉汤的整个制作过程。后面正在杀牛啊，我们就不细看了。北菜市的王老三牛肉汤，很多人不相信一天一头牛，啊，门口现杀啊。王老板已经下锅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烧迟了一步。几点下锅的？六点。这个放的是什么？老汤。老汤。对呀、啊。老汤是精华啊、哦。对呀、啊。骨头，新鲜的骨头，牛油。飘着的是牛油对吧？对，老汤。这个是老汤。咱们现在我看门口正在杀牛是吧？多长时间用一头牛？一天一头。现在一天就用一头了？夏天一天一头。哦，不是过年的时候说那个卖牛肉一天一头量多一点？不是，现在夏天也一天一头牛了。对，我记得以前夏天三天一头牛，过年一天一头牛。现在生意比以前要好一点了是吧？好多，一天就要一头牛。对。那这个河南洛阳那边的牛肉汤他们不相信，他觉得是吹牛。他没见过了。这个锅也大啊、哦。这直径多少的？直径一米多，一米四。还有外地的一些网友说，河南牛肉汤这个里面放添加剂。我们这不加任何添加剂。就靠牛大骨牛油。添加剂是糖少多少，是奶多少的。嗯。这加的是盐。哦，盐，刚放过一勺了。这一大锅得放很多盐啊，放少了都不行。这个是味精，这锅这么大得多放一点啊、哦。有比例的，两勺，三勺，我感觉有点少吧，这么大的锅。这个是牛油。牛油刚才放的是老汤，快了，好，现在已经烧开了，淮南牛肉汤即将出锅，这都松切的，这个是大碗小碗，小碗分量挺高啊，九块钱，不会是因为我在拍视频特意给他多吧？不是，我就正常打。分尺，来我看一下，我来。欢迎使用微信支付，联网，请稍后。钱呢？联网成功，开始使用微信收款。这是小碗九块的，九块。那跟你兰州拉面不多啊。然后再烫一下。嗯嗯嗯嗯嗯成功，面食六位，百分之六十五。小碗牛。这个是鲜牛肉的，对吧？对。分开烫。Baby, you give me eyes.
give up my appetite. Don'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.吃一碗正宗的华南牛肉汤啊，9块钱一碗，肉放的还挺多，再加个饼，一共是10块钱。三口汤吃，吃华南牛肉汤一定要来华南本地，在外地吃的都不正宗。牛肉切的还挺厚的啊。这个饼蘸着汤，这饼看看这个饼吸收的牛油，裹着肉一起吃啊，再来点饭。快点，这个馍充分吸收了牛肉汤的汤汁，吃起来更香了。汤喝完了啊，再加点汤。它这个汤，纯牛油和牛大骨熬的汤确实香。